好一个有情独身，弥足珍贵。我同意。师侄，首长，我们三个人当永远坦诚相待。至于信仰的选择，孰是孰非，留给历史评判吧。啊，我们今日这山野间一醉，明日别后已是山岳相隔，世事茫茫。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戏论文。 来法国这么久了，还没吃过一顿饺子呢吧？今天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好，好，终于能吃上饺子了。年年，这是仲甫先生寄来的，再三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这已经是第四批了吧？看来我要是不跟着我父亲走，他是不可能撒手的。我可是亲耳听仲甫先生说。 乔年延年要是不信马克思主义，死也不会瞑目。那就请你回去转告他，请他放心，我们哥俩的信仰已经改变了。改变了？对，改变了。太好了，这玩意儿你们是怎么转过来的？太不容易了。来法国一年多了，亲眼所见，所有的试验都失败，无政府主义他就救不了这个世界。 我们过去对他的信仰，只能说是建立在浮沙之上。现在读了这些书，反复的琢磨，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我们要把这一腔的热血献给这个美好理想社会。年年，你确定要和无政府主义决裂了吗？确定，决裂。同学们。 今天是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代表蒙达尼派和克鲁梭派第二次坐到一起，共同商讨联合行动事宜。第一次是共同商讨联合抵制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和购买军火的问题。今天是商讨抵制里昂中法大学拒收勤工俭学生入学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关我们每个同学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下面请赵世炎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同学们，我们绝大多数人来法国已经一年多了，可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少数的官费生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人能够进入到学校学习。今年1月，华法教育学会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钩，法国大使馆停止发放对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现在，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志辉以勤工俭学生程度太低，无法自费为借口，违反了之前的承诺和协定。 不愿意接受留法勤工俭学生入学，这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仅存一点上学的希望也被无耻的断送了。同学们，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们必须果断采取行动。起身，吴志辉被讯弃医的消息，确切吗？年年同学可以证明我说的信息。诸位，这本新加坡出版的杂志。 刊登了里昂大学的招生简章，明确规定，若非官费或有支付款项的确实保证，不得收录。这封国内来信说，里昂大学已经开始在国内招生，考试录取并缴足学费。按照这封招生简章，我们勤工俭学生将无一人能被录取。年年同学。 吴志辉不是多次宣称会优先录取陈独秀的两位公子进入里昂大学学习的吗？陆欢喜放心，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定和大家共进退。如果他吴志辉背信弃义，我们兄弟俩一定和他斗争到底。我提议。
全体勤工俭学生，赶赴里昂，进驻中法大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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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达目的，大家不要激动，大家先不要激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更理智的去对待。我建议，咱们先派出学生代表去找吴志辉，直接斗争。好，好，好。什么？太不像话了啊！这不是聚众闹事吗？周恩来，你把同学们集中到这儿，是想干什么？难道想逼宫吗？吴先生出尔反尔，拒绝接受勤工俭学生入学，同时你勾结陈露，法国当局迫害并无理驱逐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事实证明，你是肇事的元凶。你们这些娃娃呀！怎么能信口开河呢？我吴志辉爱你们都爱不过来，我怎么舍得骗你们呢？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与陈露等人狼狈为奸，用十分卑鄙的手段剥夺了我们入学的权利，这些证据你是抵赖不掉的。荒唐透顶！你们既敢污蔑我吴志辉，对这种污蔑之词断然不能接受。延年、乔年，我视你们如己出，你们可以证明我的清白啊！会证明的。延年，你不是说想要找吴先生谈一谈吗？现在正是时候。延年，该做个了断了。好。吴先生，我和几百名勤工俭学生在门口等你，今天你务必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先回避一下，你们俩跟我上楼，就在这儿谈。哎，我说，你们两个傻孩子呀，你们怎么能跟这种人混到一起呢？吴志辉先生，我们是来和你决裂的，您欺骗了我们，欺骗了无数跟着你不远万里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我有我的苦衷。延年，你应该懂得，里昂中法大学不是拘留所，更不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不过，我向你们俩保证，我对你们的承诺一定兑现。您也应该懂得我们，我们不会放弃自己做人的信仰，但是我们可以告诉您，我们已经放弃了您教给我们的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那你们现在信仰什么？我们信仰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糊涂！吴志辉先生，我们脚下的路我们自己会走，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们等您的答复，否则我们绝不后退。吴先生，这是我翻译的国际歌副歌，你有时间看一下。延年、乔年，你们会后悔的。